街头夜猫族打击练习场，享受挥击乐。棒球热再起，越来越多人爱到打击练习场，享受挥击快感。除了不受器材、场地、人数的限制，打击练习场也都设有时速80到150公里不等的球道，还有左右手挥击的打击区以及垒球打击区，男生女生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挥棒球道，模仿铃木一郎、洪振敏或是林志胜的挥棒方式，满足自己是棒球场巨星的幻想。店内也有运动商品和餐饮吧台、撞球台、桌球台、投篮游戏机或是保龄球场等游乐设施，店外也有模拟比赛的 KT 棒球，可以让大小朋友同乐。挥棒累了也可以投投篮，改玩篮球斗牛。打棒球还蛮好玩，今天自己来试也觉得蛮好玩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玩。专家建议挥击前要做好热身，戴头盔，从慢球速开始，不要球来就打，要以柔克刚，才能安全享受挥击乐趣哦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